今年的春节假期有九天，配合返乡、出游和行村等活动，公路总局加的区监理所合作各单位，在假期进行规划疏运的工作，希望能带好民众优质的用路环境。农历春节的一个疏运哦，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省道哦，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车多拥塞的路段哦，就是在我们的阿里山公路，那有三个点是比较容易有阻塞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埔交流道的这个路段，那第二个路段就是从我们石座哦一直往奋起湖的这个路段，那第三个是在我们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前面这个路段。那针对这个容易有车多拥塞的路段，我们都有一些规划一些疏运的一个措施，包括一个车辆的分流，然后是一个车子的接驳。那也希望我们用路人在要上到阿里山的地方能够提早做一个行前的规划，那也随时注意我们的一个路况。搭乘国道客运高铁和台铁之后，在十个小时之内转乘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的话，可以一段票哈，或者是基本里程的这一个免费的这个优惠。你搭乘国道客运、高铁、台铁，搭乘国道台湾好行的路线的话，是半价优惠。春节进前各监理站，拢会加强督导客运业者维修保养，司机驶车时间和排班拢会安排好势。希望民众出门行村，若是佚佗，尽量坐公共运输，在车顶轻松休息看风景，唔免家己驶车。出发进前，买当安装手机 App iBus， 方便查询班车时间和发车的情形。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